各位同心，我们这节课哈是我们林耿立林讲师哈所带来的演讲，然后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哦，谢谢哦，大概夸，赶快就坐哈，然后有手机麻烦关静音哈。大家搞炸。我姓林哈。我先甲大家问一下，敢有听过我的课的？无吼，拢无吼。安尼我比较费力了，就因为我以前都讲初级班的啦，所以这样子我就可能要连我之前初级班的都要讲一下。不过没关系，我就讲择要讲就好了。我这堂课叫做《国家变变变》吼。这个第一个变是什么？就是青菜随便。艺术，对了，有没有人听不懂北京话的？敢有人听无北京话？你听无北京话吼？听无？我尽量用台语讲，葫芦话讲，歹势，因为我葫芦话无概念懂，我尽量吼。敢有听无台语的？无吼？嘛是有哦。安尼我掺你讲，我混着讲可以吗？我混着讲 ，OK。这个。第一个变是随便青菜艺术，好。第二个变是变化多端，啊。第一个变为什么是青菜？因为现在的人对国家的观念都很随便，现在的人对国家的观念拢足青菜，哦，什么拢叫国家？比如讲联合国是不是国家？刚刚联合国是国家，请举手一下，无吼，大家拢知联合国唔是国家。虽然有一个国字，吼、哦，系啊，伊是一个社团，伊是一个社团，啊，伊个社团的成员拢是以国家为主，所以伊是一个社团。虽然伊个名有一个国，系啊。所以中华民国是毋是国家？毋是，对啊，大家拢毋知，拢知影伊毋是国家。哦，伊是啥物？等下有时间，我来讲伊是啥物。第二个变是变化多端哦，其实国家的观念是就千变万化的，吼、哦，足复杂的。比如讲，国家吼、哦，你若分类分的比较简单一点，国家只有两类，所有的国家只有两款，哦，都两款，哪两种呢？就是一个叫 simple state， 就叫单一国家。另外一个叫复合国家，就是单一国家，就是这个国家就是很单纯，它就是真的只有一个国家，做成它的组成。那复合型的国家就是这个国家里面还有国中有国，它是由一群国家组成的国家。比如说以前的大英帝国啊，奥匈帝国啊，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啊，齁，这个都是复合型的国家。好，所以国家简单分就这两种。单一国家跟复合型的国家，可是这样就完了吗？没有，其实国家很复杂。哦，等一下我们慢慢会谈到。所以了解一些基本的国家组成形态呢，我们才能分辨什么是比较好的国家，什么是我们想要追寻的国家，或者是说自治，或者是说政体，我们想要追求什么样的，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OK， 那。有人知道这幅图吗？这幅图敢有人知影？知影请举手一下。无吼，这个如果你念那个文化人类学的话，你若有读文化人，我袂晓讲。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利维坦》。哦，这个。汉文翻译成巨灵论，哦，讲巨灵论应该很多人就知道了吧，对不对？它是一部17世纪1648年左右的一部政治学的经典，哦啊，这幅画就是那一部书的封面，利维坦那一部书的封面，他为什么要用这一幅画做他的封面呢？哦，因为他那个书。
当然他讲很多啦，他很多他就讲那个启蒙时期的东西，怎么去思考，怎么感知这个社，怎么认知这个世界。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在讲国家是现这个国家的观念，比如说中古世纪的时候，国家的观念都是君权神授嘛，就皇帝权力拢是为提定哦，臣民服的嘛，对不？天那个君权神授嘛，对不对？那近代国家的观念是什么？是不是就有会大家就会想到主权在民，对不对？对不对？好像说这个统治权力是人民给的，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印象？但是你要小心哦，他是怎么样过渡到这里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中间的转折的话，你就会被很多政客欺骗。好，我今天就要讲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就是说在君权神授跟所谓的主权在民，他讲的都是什么？他讲的是一种统治的正当性。OK， 君权神授就是说这个统治的权力是上天给的，统治一群人民或是一群人民一个土地的权力是上天给的。那主权在民是说这个统治的权力呢是人民给的。好，那问题会牵扯到什么是人民，对不对？这有点复杂，我们等一下再讲。好，那中间有个什么过渡，就是这一本书的时代，就是所谓的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最早是卢梭提出来的。哦，那卢梭其实卢梭就是基于社会契约论，但是社会契约的源头并不是卢梭，而是这本书的作者叫霍布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事实上美国建国的精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霍布斯的这本《利维坦》。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讲这个的话，大家才会理解什么是国家的内部观点，然后它又会牵扯到国家的外部观点，就是大家在这几天念的国际法。国际法就是国家的外部观点嘛，就是世界别的国家怎么去认知这个国家，别的人怎么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外部观点嘛，对人的定义嘛。那你有那种定义说我怎么认知我自己，那是内部观点嘛。那利维坦就是一个内部观点。所以呢，这幅图在讲什么？右手拿了一个宝剑，左手拿了一个权杖，中间有一点一点的，有没有？这个巨人，这一点一点，你把它放大来看，都是一个人。每个一点一点的都是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每个一点一点的就是公民。那这一群，不好意思，这一群公民聚集起来，形成一个躯体，一个肉体，巨人的肉体，对不对？对不对？那是什么让什么东西让这一群人聚集起来？钱吗？女人吗？意识形态吗？好，所以你可以提出很多种学说，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叫做社会契约论。很简单，就是说，就像一开始都是部落形态嘛，对不对？原住民那一种，赛德克巴莱嘛，我们可以砍来砍去嘛。那可是我砍来砍去是一种自然权利啊，每个人都可以去发动战争啊，就是我跟他决斗啊，都有这种权利啊。可是你会活在，有的人会觉得他活在恐惧里面嘛，不安定嘛，对不对？即使他可能觉得是一种荣誉荣耀，可是这种生活不安定嘛。那所以人们呢就会设想说，如果你是理性，你想要追求和平，你想要追求稳定，你不想要被人家砍来砍去，那你是不是要诉求说，好，我们现在讲好，大家都不能随便偷打别人，不能偷砍别人，对不对？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要先讲好？那是不是就有一个默契出来了？对不对？这默契就是一种很原始的社会契约嘛，它
它是根据什么？自然法。自然法就是理性的人们会遵循的法则。比如说什么？同理心。我不想要被这样对待，所以你也不应该那样对待。懂我意思吧？同理心，这就是自然法的第一个准则。第二个准则，和平，对不对？和平嘛，如果不要和平，可以啊，就恢复到部落形式啊。那样生活就是不稳定。好，第三个准则，契约一定要遵守，对不对？这也很简单嘛。我们讲好的事情，就算没有白纸黑字，讲好的事情可以随便反悔吗？不可以啊，对不对？这个西方的契约不一定白纸黑字的，口头也算哎。哦，契约如果大家有念合同法的话，它其实是很复杂的、很复杂、很精致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个受中国思想的那一套。所以呢，人们为了追求和平稳定，就会怎么样？推选一个公卿嘛，对不对？在古时候，他可能是部落的酋长，可能是个国王，可能是个后来是个总统。对不对？这个公卿呢，他是个什么？超然的。第一个，他是超然的仲裁者。我们发生纠纷了，这个人要帮我们主持公道，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主持公道就是最早什么？司法权嘛，对不对？那我们一起耕作，或是我们一起牧羊，好，然后这个收获的这些稻谷，或者是生出来这些小羊。怎么分，或是跟人家做打战争抢来的这些货品怎么去分？那谁来分配？要指定一个分配者，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行政权嘛？谁有权利分配？哦，当然有时候这个历史的发展，它可能是一个阶级制度就会产生了，但是有时候不见得阶级制度，不见得主权者是来自于阶级制度。OK。所以主权者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司法权，对不对？公卿嘛，他是个仲裁者嘛，他不能偏袒任何一个人嘛。所以呢 ，OK， 好，我们来讲，戴皇冠的是谁？头，对不对？不是任何一个细胞，对不对？不是任何一个公民在戴皇冠，是这颗头在戴皇冠。这颗头就是刚刚我讲的公卿。就是叫做主权者 ，sovereign。OK， 所以这个皇冠呢，如果这个巨人是一个国家的话，这个皇冠就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国家主权。那这颗头就是这个国家元首，元首啦，头嘛，元首就是头嘛，对不对？那元首有两种，一种叫做政府元首，一种叫国家元首。这两个不一样哦。政府元首就好像是公司的总经理，啊，执行长。啊，国家元首就像是董事长。所以总经理或者是执行长，虽然他有实权，他有真实的权利可以管这家公司，可是他不是代表这家公司的那个法人代表，懂我意思吗？代表这家公司那个唯一的法人代表就是董事长，就是这颗头。那每一颗细胞呢，就是那个公司的股东，对不对？股东可以参与公司的运作嘛，就是去股东大会发表言论嘛，对不对？或是你多买一些股票，对不对？产生影响力嘛，就这个细胞可以参与这个人的运作，政治权力就是这个参与运作。可是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股东都没有权力代表这个人或这个公司，懂我意思吗？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在想什么叫做主权在民。OK， 那右手这个宝剑象征世俗的权利，比如说征税啊、抽征税啊、哦、战争啊、征服啊、占领啊、哦、世俗的权利。那这个权杖就相当于精神方面的权利，精神方面的权威。哦，在西方。尤其是在以前的时候，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宗教了。因为以前人在启蒙时期以前，
能够控制人的心灵是什么？就是宗教嘛。简单来讲，你不能解释的，你都把它归到宗教嘛。人生有什么不能解释的，你都会把它归到宗教嘛，对不对？不然你就会很孤独，像那个台北捷运那个现在在坐牢那个一样，哦，对，正杰，因为他内心没有皈依，所以他会做这种事。所以这个权杖很重要，哦，他在西方相当于那个宗教，尤其是什么拿权杖就是什么教皇。所以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谓的皇帝一定要教皇册封，尽管是形式上的，你懂我意思吗？他要取得这个皇帝这个皇冠的正当性啊，他一定要教皇册封。即使是拿破仑要称帝的时候，他也是把教皇请来，然后把那个皇冠抢来自己戴在头上，他也要把教皇请来，你懂我意思吗？虽然教皇好像没有什么权力，其实这个精神的权威是很大的。只有融合这两个权威呢，这个皇冠才是真正的主权者，懂我意思吗？那你会问我说，那如果没有皇帝呢？我们先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英国女皇到底是英国女王还是英国女皇啊？女王，为什么女皇还是女王啊？汉字听起来都差不多齁，卢王跟卢红听起来都差不多齁啊，都对都不对。为什么都对都不对？因为你要看在什么场合。它的英文是什么 ？Queen 嘛，对不对 ？Queen 是什么？王后，不是皇后。王后 ，OK，Queen 是王后，不是皇后。所以呢，是英国国王。比如说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英国女王。可是他有没有皇帝这个头衔呢？曾经有一些时期是有的。什么时期？当他有印度这个殖民地的时候，他的头衔是什么？印度皇帝，懂我意思吧？这个时候，那个维多利亚女王就可以称为皇帝，即使那个印度是他的殖民地哦。他就可以称为印度皇帝，但是呢，在英国境内他是英国女王，这样你懂吗？他有两张名片，还有一个什么例子？这个满洲国入关殖民中国，对不对？支那，对不对？他也有好多头衔啊，他其实是当支那皇帝啊。支那皇帝等不等于满洲国皇帝？等不等于大清国皇帝？等不等于？不等于哦 ，OK， 哦，这你就知道国家很复杂喽，比你想象的复杂。所以呢，但是国王也不能随便称的啊。所以为什么英国他们后来要离开这个天主教的时候，他们要自己成立一个英国国教，他就可以有这个权杖了嘛，不用受制于教皇了嘛，懂我意思吗？好，那。日本天皇是不是皇帝？他是国王还是皇帝？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想清楚哦，我刚刚讲这个权杖很重要，因为大日本帝国本来是一个宗教和宗以就是它有国教的神道教，懂我意思吗？在明治维新以后，它是有定神道教为国教。在神道教在明治维新以前，他们也有所谓的天皇，也有所谓的祭祀官，懂我意思吗？世俗的权力就是太政官，比如说现在的日本首相。
就是太正官 ，OK。另外还有祭祀官，所以你看，日本天皇去即位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祭祀的程序。为什么？其实什么叫收税？收税这个概念就是来自于什么呢？收税的概念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这个以前人种稻啊，种稻这个稻呢，第一批稻叫做出穗，第一批这个稻叫出穗，出穗呢要上缴，献给神明。那谁是神明的代理人？就是日本天皇。然后日本天皇呢，作为神明的代理人呢，把这笔出穗第一批的这个谷物呢，分到这个各地的谷仓，然后各地方的人呢，他要去种，或是他要去种，或者说他要去那个第一批的，他就可以去借那个种子，懂我意思吗？借那个出穗来当他耕作的种子，那个就是最早的什么金融概念。懂我意思吧？所以为什么四月一号是会计年度？日本的会计年度，你们知道为什么四月一号是日本的会计年度？因为它是以前立法的春分，懂我意思吧？我刚才讲喽，这个立法，这个出税是跟金融日本最早的金融制度是有关的。所以你想想看哦，这个金融制度来自什么？祭祀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权杖，直到现在还有祭祀官，只是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怕了这个天皇的权威太大，所以就不准他有这个神道教作为国教，所以这个时候日本天皇的权力被禁制住了。除了交战权以外，他们现在要改日本宪法，对不对？那个是所谓的世俗的权利，就是交战权。可其实日本国真正本质的权利在这一个权杖，精神方面的，这样你懂吧 ？OK， 我好像讲太慢了。所以呢，这有句话叫“地上没有别的权威可与之相比”，取之就。国际41章24节，我没有时间解释这句话，但是你们，我建议各位去网络上查询，或者是去看旧约的约伯记，里面有关于这个耶和华跟约伯的对话，他就有提到这句话，还有利维坦这个海怪，他里面就是讲什么是主权者，什么是正义，好，我就到这里，好吧，我们来这个。第一页终于讲完了，我们来讲世界杯。大家有看世界杯吗？有看的请举手。这么少？其实世界杯很有趣哎，真的啊，真的很有趣哎。你看世界杯，你就可以检视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国家了。好，我们来看这则新闻，我是随便找的啦，这是取自三立新闻网。这是19号的新闻，两天前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爆发，入围32强呢，他说受伤害的总是自诩足球鼻祖的英国人，为什么他这么写呢？因为中国人总是以为足球是他发明的。有没有以前那个《水浒传》那个什么蹴鞠是不是？对，中国人总是觉得是他发明的，什么都是他发明的。但英国说不对，这是我发明的。OK， 好，这个记者就把英格兰国徽列出来了。OK， 他说上届南非世界杯上，英格兰对阵德国16强淘汰赛，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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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红字。重点要红字，你看哈。他说受伤害的总是自诩足球鼻祖的英国人。那这里又说，
英格兰对阵德国呢，然后英格兰英军产之一是炸壶，那英格兰就是英国吗？觉得英格兰就是英国的请举手，觉得英格兰不是英国的请举手。那有人不举手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OK， 好，我们来解释，很有趣哦。有趣的是，当英国人为误判咆哮不满时，可能不会想起40年英国世界杯决赛上英格兰队比如打败西德，令英国人痛恨的误判还包括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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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到底英国跟英格兰到底一不一样啊？他如果不一样，他为什么要混来混去的？啊？这代表记者自己都搞不清楚，他搞不清楚，让看新闻的人也搞不清楚，懂我意思吧？好，我们来讲，德国、荷兰、英格兰、西德，哎，请问西德是不是国家？啊，我不要讲答案，你们自己去想。荷兰是不是国家？啊？荷兰是国家，觉得是国家的请举手，觉得不是国家的请举手。好，我告诉你，是也不是，这样很狡猾，对不对？当我这样问你，小，你就可以问我，你说的国家是什么？所以看中文是不准的，因为中文只有一个字叫做国家，英文有好几个字。Country, nation, state，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懂我意思吗？你要问我你说的国家是哪一个 ？OK， 如果是国家，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荷兰队的英文是什么？荷兰队的英文是什么 ？Netherlands， 翻成汉文叫尼德兰，懂我意思吧？所以，荷兰真正的国名叫什么？尼德兰王国 ，The Kingdom of Netherlands， 懂我意思吧？好，那你就要问 The Netherlands 是什么？问题总是越来越多的，你一直问下去。好，刚刚这个记者哦，很天才，非常天才，他想说，他要看这个英格兰足球队的队徽。哦，有三只狮子，所以他就很天才的去找这个维基百科，然后说：“哎，这个不就英格兰国徽吗？啊，这不是英格兰国徽吗？”这个记者非常聪明。好，答案对也不对，英格兰的国徽是这个，所以你去看，比如说英格兰。对这个西班牙的时候，英格兰的符号是这个，懂我意思吗？不是三只狮子，懂我意思吧？但是这个国是什么？我刚才讲了，国徽没有错是这个，那这个国是什么 ？Nation， 所以他们所谓的国家代表队就是 national team， 懂我意思吧？OK， 所以他说 National Flag 有没有？这是国徽、国旗嘛，国家的旗帜。但这个国家是 Nation 哦 ，Nation 是真的国家吗？好，这就是这个英格兰足球总会的这个 Mark， 那个记者就是很天才啦，看到这个 Mark 说叫三狮嘛，英格兰足球叫三狮。所以他就去对照这个，啊，其实真的给他蒙到了，是真的有关，但是有关又不等于，怎么说呢？因为这一个英格兰的足球总会啊，他控制的或者说他代表的不止英格兰，那还有什么？你看哦，我先不讲刚刚的答案。你看哦，这是维基百科的哦，苏格兰知道吧？大家知道苏格兰吧？苏格兰跟英格兰在1872年比赛，什么比赛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翻译成什么？国际。那英格兰跟苏格兰是国家吗？这是国际间的比赛吗？啊？所以哦，你如果用中文思考，你头脑就会乱掉了。你要去了解英文的意思。你看爱尔兰跟英格兰比赛，1882年，那时候爱尔兰还没有独立啊，还没有分成什么北爱尔兰跟不是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国。所以你看啊，这个你看他们都有自己的 national flag。那你可以说，可是他们都同属一个大英帝国呢，同属一个英国呢。你就知道国家的观念是很复杂的吧，够复杂了吧？你看啊，这个叫做不列颠群岛。不列颠群岛的英文是什么？有谁知道？不列颠群岛的英文是什么？啊 ？British Islands， 对不对？觉得对了，请举手。两个，觉得不对的请举手。那剩下是什么？不知道。OK， 答案是不对。那英文是什么 ？British Isles。那你说 Islands 跟 Isles 不都是岛吗？对不对？英文来讲是对的。Islands 跟 Isles 都是岛，但是 British Islands 是一个专有名词，懂我意思吧？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地理名词，它是一个英国国籍法里面的专有名词，这样你懂了吧 ？British Islands 是一个英国国籍法里面的专有名词，它包含什么？除了包含这个不列颠群岛之外，它还包含这些东西，这些地方，还有这里的一个地方，它还包含好几个岛，不属于不列颠群岛的那些岛，懂意思吧？所以你要怎么翻译 British Islands？ 你要怎么翻译？我说你要怎么翻译？要是我就怎么翻，我会翻成不列颠及其周边，及其相关岛屿。我没有讲周边岛屿，我也没有讲附属岛屿，我讲的是相关岛屿哦，这都有意涵的哦。我讲话是很精确的哦。我没有讲周边岛屿，我也没有讲附属岛屿，我讲的是相关岛屿。意思就是这几个岛屿虽然是属于 Britain。这个 islands， 但是它并不是属于英国的。好，我们再来讲这个很复杂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海峡群岛 （Channel Islands）。这有几个，有主要两个大岛，南部的这个叫泽西岛，北部的这个叫做根西岛，比较大的岛啦。那他们这个岛上呢，主权不是属于英国。什么叫英国？英国的全名叫做大不列颠暨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联合王国，懂我意思吧？那什么是大不列颠？大不列颠就是这个大岛，叫大不列颠岛，旁边这一个第二大岛叫做爱尔兰岛，所以这两个岛呢，跟旁边一些小岛合起来叫做不列颠群岛，就叫 British Isles， 懂我意思吗？这叫不列颠群岛啊，这个是大不列颠岛，这是爱尔兰岛。哦，那英国现在的英国是什么？联合王国就是这一块，主要是这一块，加上这一块叫北爱尔兰，懂吧？但是呢，这几个小岛呢，它不是不属于英国，但是它的主权是属于英国女王，懂我意思吗？其实也不是英国女王啦，因为那个皇冠的名字不是叫英国女王，是叫做什么？诺曼底公爵 ，The Duchy of Normandy。
哦，因为英格兰以前有一阵子是那个诺曼地征服嘛，征服者威廉征服了英格兰，所以才有那三只狮子。其实不是三只狮子，一开始是一只狮子是代表诺曼地，后来变两只狮子，后来变三只狮子。所以呢，这个英格兰的足球总会，它也代表这两个地区，一个是泽西岛跟这个泽西岛跟根西岛。你看他们的 column arms 就文章啊，盾章就是三只狮子。这代表什么？既代表英格兰的那个皇冠，就是女王的那个皇冠，也代表诺曼地公爵的那个皇冠。这样大家懂吗？这样懂吗？很复杂哦，很复杂哦。就是有两个，有英国女王在这个情况下有不同的名片，那这个不同的名片可以用同时用这一个三只狮子来代表，懂意思吗？一张名片上面写的就是英格兰的主权者，英格兰就是英格兰的主权者，另外一个就是诺曼地公爵。懂为什么？诺曼地公爵就是这些岛的主权者，所以他的主权不是属于英国，但是他们的主权者都是英国女王，这样大家懂吧？但是呢，这些岛屿呢，它有一些事务是由英国去托管的，比如说外交啊，所以他们可以拿那个大不列颠不列颠护照。他们是 British citizen， 不列颠公民。我们可能没时间讲这个了，跳过。所以，联合王国就是英国啦，是位于不列颠群岛的一个国家，而且是由君主控制的王权的一部分。兼为王权的一部分的是王权属地，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泽西岛，泽西岛、根西岛这几个群岛，哦，这是比较大的啦。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曼岛，在北方爱尔兰海那里，这是属于王权属地。承认王权之前的独立邦是邦联境，而非独立的前帝国剩余为不列颠海外属土，就是简称 BOT 啦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y。这个是以前香港，就是懂我意思吗？香港就是 BOT， 哦，或者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直布罗陀吧，念过直布罗陀海峡有没有？兵家必争之地，直布罗陀也是 BOT。 所以呢，英国也就是联合王国，它有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一个 country， 好，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是 country。我先讲答案。每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联合王国是简称英国，它是一个 sovereign state， 它是一个 sovereign state。然后这个每一个组成的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每一个组成份呢，都是一个 country。好，英国也可以说一个 country， 但这 country 是由四个 country 组成，每一个 country 都是一个 sovereign nation。所以在 FIFA 里面，就是这个足球总会里面，世界足球总会里面，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都有他们自己的足球总会，他们都可以参加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只是踢不踢得进去而已。这样大家懂吧？就像香港地位更差啦，香港是属于海外领土嘛，香港也有足球总会啊，它也是 FIFA 的成员啊，对不对？可是香港不是国家 ，OK。所以呢，不列颠邦联就是所谓的大英国协啊。大英国协它共主邦联呢有16个，就是以英国女王为共同的主权者，自由君主国5个，共和国33个，就是不是以英国女王为，这两个都是不是以英国女王为主权者，这个是共和，这是君主。其中退出，去年10月退出一个叫甘比亚，哦，
所以其他王土就是比如说王权属地那三个，那三个就是泽西岛、根西岛跟曼岛，就我刚刚讲那个海峡群岛跟曼岛。不列颠海外属土14个，其实这海外属土的主权是属于英国的。那英国的跟英国女皇的有差别吗？觉得有差别的，觉得没有差别的请举手。英国女王的主权领土跟英国，也就是联合王国的主权领土没有差别的请举手。觉得有差别的请举手。啊，大家是因为我这样问一定有差别，对不对？这样大家考很会考试嘛。OK， 这是很有就触别的事情啦。哦，拍摄我，因为我无得一直用台语讲。哦，这我可能没有时间讲。好，我们来讲重点。皇帝、帝国跟政府有没有一样？怎么不一样？你要跟人家解释，你要怎么解释？我就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文章不一样是不是就不一样？对不对？文章在古时候代表什么？阶级嘛，身份嘛，地位嘛，对不对？就像你盖你自己的印章一样嘛，对不对？天皇陛下的文章是什么？16瓣8重橘表，所以它是菊花，但是呢，它是，你看、啊、它不止表面这一层，后面还有一层，有没有？这叫16瓣，因为它你看你自己数看有16瓣，这是天皇陛下的文章。好，日本众议院的文章是什么？你看好像也是菊花，对不对？有几瓣？有几瓣？1、2、3、4、5、6、7、8、9、10、11，11瓣嘛，是不是少很多瓣？那他为什么用菊花？啊，菊花比较漂亮，代表什么？众议院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人民？众议院是人民选出来的嘛？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声音？那为什么用菊花？代表众议院的权力是皇帝给的，你懂我意思吧？你懂我意思吧？代表人民可以选代表出来管理自己，这个权力不是人民自己给的，是皇帝给的。古时候是贵族才能，尤其是跟天皇直系的才能有菊花文章，瓣数不同代表那个跟皇帝的那个阶级。写那个皇室的阶级，好，你看日本国护照，旅券呢、啊，一般的，红色哦，注意哦，红色哦，但是我没有时间讲为什么是用红色，你看它是用什么，菊花对不对？16瓣对不对？几层？一层，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国家，懂意思吧？天皇陛下的是两层，懂我意思吧？国家的是一层，也是16瓣最满的。好，政府呢？这叫什么？你看这个是铜文，铜文，但是因为这有7瓣，这有5瓣5瓣，所以叫57铜文。为什么用铜文？就相当于这是以前天皇陛下颁。授予给那些政权，比如说像丰臣秀吉这些武家政权的时候的那个文章。以前我们什么幕府时代有没有？好像幕府就是统治者嘛，对不对？德川家康啊，丰臣秀吉啊，其实他们都不是主权者，虽然他们有实权，所以他们拿的是什么？铜文，是帮你区别了国家跟政府跟主权者了，对不对？这个是日本国首相的文章。
好，朝鲜总督府的文章是这个，你看哦，也是五七同文。所以朝鲜总督府，你不要说他殖民地哦，他地位是跟日本首相差不多大的哦。日本的检察官是拿什么？五三同文，还不是五七同文哦，是五三同文。所以朝鲜总督是什么？他等于是天皇另外分封的一个政权在朝鲜。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日本兼并朝鲜，并不是单纯的把它并为自己日本国的领土，他其实是做朝鲜皇帝，懂我意思吗？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头衔是朝鲜皇帝，所以他可以去颁发一个另外一个政权出去，帮他统治朝鲜。那台湾总督府呢？这是台湾，我找不到台湾总督府的啦，可是我找到总督府文官的，很像，但是不是同文，对不对？这有个台，有没有？两个三角形上下。这是台湾总督府文章。那问题来了，如果这是总督府文章的话，这代表统治台湾的那个政府的文章的话，请问台湾总督的文章是什么？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好，大家去回去想一下，台湾总督府的文章是不是等同于台湾总督府的文章？我刚已经举了，你看，日本政府的文章跟日本国政府首相的文章是几乎是一样的。好，朝鲜总督府的文章也跟这个日本国政府的文章是很像的，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台湾总督府的文章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台湾总督府并不是相当于朝鲜总督或是日本首相的日本内阁的那一个等级的政府哦。第一个，所以政府不一样，政府的等级不一样，对不对？第二个，这个总督的等级是一样的吗？好，你们要去想一下，这个跟台湾家庭作业，其实答案各位都知道，因为台湾的地位是什么？日属美战，对不对？那什么是日属？外面有人说啊，因为日属啊，讲属地一定是殖民地啦。我跟你讲齁，讲这种话的人，你继续问他，请问什么叫做殖民地？请问殖民地的来源是什么？请问属地的定义是什么？然后那些人呢，又会跟你扯一堆啊！你去看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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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我跟你讲，讲这种话的人，你不用去听，因为他们都是不懂装懂。简单一句话，台湾总督府的文章是局文。好，所以各位的回家作业就是，请问这个局文是几办？好，你们可以去比如说这个228公园，这个那些博物馆里面去看，找那些以前台湾的记录。好 ，OK， 好，先休息。各位同学，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好，下课休息10分钟。